不过下面这事儿就有点不和谐了啊！这是一位网友在厦门的大马路上拍到的公交车上的一幕，大伙看一下啊。图上呢，这个身穿蓝色上衣的男人，他站在窗边啊，这是在干嘛呢？大伙仔细看一下，看清楚了没？哎，看不清楚也没事啊，别看了。这哥们儿啊，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车窗对外撒尿，关键呢还是大白天在大马路上。很快这男的就火了，不火才怪呢啊！被网友戏称为撒尿哥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恭喜你啊，这一块地盘是你的啦！”哎，我说这网友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，撒尿占地盘那不是宠物才有的行为吗？当然了，也有网友表示理解，说人有三急能理解，遇上堵车那就更麻烦了，建议撒尿哥出门带个纸尿裤。哎，我倒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呀，不过一成年人出门还得带着纸尿裤，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？